咱有台湾民政府，啊，搁大家校园的力量团结起来。台湾的悲哀是过去啊，对对 对， 对，大家要有信心吼，啊，搁有力量出来吼。因为我今仔日讲的 slide 吼，有较侪一点嘛，啊，那有诶跳诶讲吼，真歹势。那我甲拄啊讲这个格林，来，格林车司机吼。你知影，因格林车司机有一个后生啦，吼，安尼走伫公园啦，吼。啊，先来讲啊，公园有一个少年人来放迄个气球嘛。啊，来讲伊也心情无好，伊就放迄个气球起来。哦，有迄个黄色的啦，吼，红色的啦，啊，青色的啦。伊就讲心情歹啦，伊咧卖物件嘛，心情歹就放气球。啊，这个格林车司机的后生啊，踮咧公园咧佚佗啦，才好奇的啦。啊，就去问迄、那个。放气球，迄个白人吼，迄个叔叔啊吼，啊讲，哎呦，问叔叔讲，啊你奈拢无要放乌色的，那拢放迄个黄色的气球，啊迄个彩色的气球，啊奈拢无要放乌色的，啊你知影人即个少年人话有智慧咯，有人甲我讲，伊讲啥无？你知影咱台湾人吼咯，啊欠缺一种训练咱个创作的一种想法。啊，甲迄个智慧哦，那慢慢啊吼，那阿伯，咱这个教育是真重要的。咱唔是要为了这个升学，万般皆下品，为幼读书官，干嘛呢？你想弄外国，叫你去读书呢？啊，读书了后变啥？啊，动工吗？并无思考吗？还是叫我利用呢？你知道这少年人甲这个弟弟安怎讲？伊甲弟弟讲，来，弟弟来，你知影无？这个气球吼，伊个。功能，伊个有效，伊个美好个所在吼，是即个气球内面底个物件，毋是气球外口即个色彩。你知影气球底内面底啥无？就是底空气嘛，伊个飞起来着无？你若讲即个气球，若阵个有色彩，伊内面无物件无气，伊是咩来飞起来？所以你大家爱思考，咱袂使。看表面的物件，就讲伊好好甲歹。咱看伊的财政内面的物件，才是重要。大家甲讲，今仔日美国总统伊是啥物人？黑人，奥巴马，懂你啊？拄仔伊名嘛叫黑，不对。但是我要甲讲，伊黑的真好，真赞的对无？伊比较早的美国总统拢头累累，敢若鸵鸟，把自己头埋在。迄、那个土里面，我讲啊，我无代志啊，后壁偌侪代志要处理完呢，人奥巴马伊要出来处理，咱甲奥巴马鼓励一下好无？加油！吼、哦，这是我要讲的重点。咱台湾就是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，大家拢爱拍拼，爱团结，一项一项来做。咱秘书长要带领，咱爱服从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若要去接一个课，有这领导人的才干，有叫潜能啊，潜能发挥出来。我唔是讲讲讲讲在拍拼尔，你的潜能，吼、哦、啊！你要做啥？吼、哦、啊！你若要拍拼，去学习，唔是讲我学习，我变来马上就变会晓。但是长期累积过来，迄就是你的物件。啊！你咪弄歪，你拢歪做。啊！你闹物件，你头落空空，球嘛飞袂出来啊！吼、哦，是不是？咱就爱有才情，爱有料啦。啊！你看你有创意的思考无？工作的效率无？你有人性化的政策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媒体的媒我写唔对啦，应该爱女字旁无？啊，其实我感觉这个该会好啊啦，这个媒吼，媒体的媒哦，因为咱即卖媒体咯，你是讲从较一个做生灵涂炭啦，哦，粗俗啦，啊，就这个煤矿的煤就好啊，对，无啦，这是讲生笑的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下一张吼，咱台湾政府甲咱过去的政府，这个流氓政府无同款，咱爱重视人性化。政策、生活的需求、生存的地理、甲生命享有，这咱拢爱去做、去了解。了解咱个人民伊在想啥、伊爱啥，咱爱珍惜啥、咱建设啥、咱政策爱啊实行，拢爱注意吼。来，咱知影即个马斯洛的迄个需求层次嘛？基本我心理的、生理的需求，你都爱我食饱，啊，我袂使互人甲我迄个损害啊。危害我的安全啊！我怎爱安全的需求？过来社会需求，我有隶属关系啊！我甲亲人的感情好，我甲朋友的感情好，我甲主管的感情好，这有一个社会的这个需求，你
爱这个社会，跟这个诶气氛，啊，你这个做政府的，你都要有这个，把这个台湾这个气氛、这个工作、这个经济拢创好，吼，啊，你嘛爱尊重我，对不？啊，人爱认同我，我的存在啊，啊，为什么会想要去想要做歹代志？因为你拢无看我存在，我就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，让你知影我是啥人。啊，你敢对哦？啊，政府唔知你创啥哦？哦，让人民哦，正教育就有问题，啊，就好让承受一种内心的痛苦哦。这当爱了解，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事件，爱去检讨，自我实现。你一个大有为的政府，唔是咧救人民，你爱去黄色小鸭啦，啊，你爱去赶流行啦。啊！你媒体拢报迄、那个哦，落个俗个个啦，重点拢无正确，互人台湾了解。啊，人要知影迄有看无顺的迄无路用的物件要创啥？伊就转移啊，互你家己自我实现的物件都乌有去都无去啦。你食食清食饱就好啊，你啥拢卖管，变成咱台湾人戆嘟嘟、戆戆安尼啊。咱敢唔戆？有戆无？无对不？来食就巧啊，对不？所以大家爱想讲咱个真个脑筋。吼，控制咱的迄个身体 body， 阿咪安那控制，咱即个脑筋来控制，唔是咱这皮来控制吼，唔是讲我即马是白人，我是黑人，啊我是迄个什么黄色的人，我就算我是讲规律是虾米，唔是，你是这脑筋内面带物件，啊你表现出来，啊对咱即个社会就人民有帮忙无？啊这才是有能的政府哦，即咱台湾民众嘛是爱安尼做，你知影美国人吼，因只珍惜因的国民的哦。因在这外口去跟人什么去扣工吼，因的政府哦，拢派人去专门去跟迄个解救哦。哦，你若讲迄311吼，你美国唔是迄个海啸地震，那嘛是走到尾去救哦，都安那困难拢走去救哦。啊，你来看咱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，伊有讲驻门着，迄个越南唔是咧抗迄个反中国嘛？啊，台湾都安尼叫影响去啊，啊，伊敢有咧管咱台湾人？甲打一个纸啦，讲我是台湾人，我唔是中国人，安尼尔。其他敢有做啥？啊，咱个台湾的命敢无值钱呢？啊，伊就无甲你当作是伊个人民啊，对无？你要创啥，随在你去啊。因就要走路啊嘛。因即马甲遮重视的是讲迄钱啊，要安那宽照安尼啦。哦，我感觉遮悲哀。咱台湾人正经啊，较紧较醒吼。吼，啊，咱我甲拄仔讲过啊，咱是。唔是像中国人，我要爱钱。哎，这个工厂来安尼，苦苦。人喺后壁是安怎？你做不好，你甲我落来。你是我爱为我服务的呢。那讲我人民互你通知，你要爱啥，我落爱合乎你，我落甲你安怎？甲你当作人吗？中国迄个做官的迄个心态，啊，人 TCG 就是咱台湾民政府。我讲，咱也做唔对，还是做无好，你直接讲出来啦。莫讲Q 外卡啦，吼，咱爱有一个迄、那个骨气，啊，做无好落来啦，咱就无去甲你创嘛。你就没有人把柄嘛，啊，去报你那个无聊的新闻。我们是那种那个很那个很亲民，吼，我的人格，我无好你甲你甲嫌着的，你甲安那创嘛无好。我唔是要为这为啊，我随时落来啊。你要有一个风度，要有一个雅量，要有一个迄个气概，吼、哦，咱是要来做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是爱终身学习，啊，袂使讲我摕转来，迄本书就放啊，迄个枕头安尼，较好困。咱还学习，来遮就是要学习，学遐改变，啊，那改变，唔是讲要改变你的个性，是要改变你吼、哦、对代志的看法，对你的生活有啥物，迄个正向方面的改变无？吼、哦，啊，甲人安那斗阵，你接开一定爱甲人斗阵的，甲你下骹手人是讲甲你的中官斗阵，阿咩安那盘乱，吼、哦，啊过来，你要分享，我有好的物件，我甲你分享，莫讲我藏过来，我藏起来，啊你藏起来，我藏起来，啊藏起来你撇步，大家拢唔知啊，啊有当有的物件拢失传无，吼、哦，啊人嘛只可惜的，有较好的物件提供出来，吼、哦，啊人台湾民政府有好的物件，安尼。大家台湾个进步慢，拢藏起来吼。你秘籍秘到最后，我都变无去啊，就可惜。啊，讲咱也要做代志，唔是要做官的吼。啊，你
埋头苦干，你嘛爱发挥潜能，爱方法，吼、哦，特别去进步，啊嘛爱帮忙人。你讲要帮忙，伊正经需要你帮忙，你甲牵过来。不管咱有咱有存无，咱也是讲咱无无讲现成有钱，啊，咱会使其他有会开始甲帮忙起来，啊，一个互助的团体吼、哦。啊，再来咱嘛爱追求咱个知识，不管去进步吼、哦，啊嘛还发展，要来发展。那个开发自己，发挥潜能。有人讲啊，我学物件，我是要讲我要来去开一个店，吼、哦，啊要来哎，要有一个开一个公司，啊你有一个发展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啊这阳性跟狼性的意思是啥？咱台湾人讲个羊啊咩咩啦吼，啊你惊迄惊东惊西啦。我讲你也别讲话，会使去外口讲一下，歹势吼，啊伊惊讲影响别人，吼、哦、吼，诶、哦欸，这个羊啊吼。伊走去甲上帝讲啦，讲上帝，啊我都有讲呢，我大概为啥拢叫伊亚龙甲食落去安尼？我有讲呢，啊亚龙佫无讲呢，啊上帝甲你甲大些羊仔讲吼，啊虽然你有讲啦，啊但是你吼、喔，你生出来吼、喔，啊目睭睁落开迄阵吼，你有空气头吸，你有水通好啉，你佫有迄个草也会使食。问亚龙咧，亚龙伊是爱去看你的猎物伫倒呢？啊，因个爱土鸡倒啊，大家去互相参考，讲啊，你来帮忙我啊，我咱来甲这个迄个羊仔吼，啊，甲你也吃食。人还是有，人还需要去拍卖，甲得到食物来呢。所以因弄咧备战状况，你是伊的食，你食物伊就去甲你食，伊就要甲你得到。啊，恁羊仔拢点么，食饱困困饱食，啊，所以你就等互人食。啊，咱台湾人干嘛呢？等互人甲人食是毋是？啊，咱做亚龙干嘛好？做亚龙嘛无好啊，咱做歹人、食人嘛无好，对不？咱要学习的，是要学习亚龙一种战备，迄、那个努力，迄、那个团结。啊，咱袂使讲无难无难啦。因为咱嘛是因为啊，乖乖啊，因为嘛真好啊。迄阵咱日本统治咱台湾的时阵，哦，咱台湾人教较乖乖。啊嘛无亚龙食人啊，咱过着快乐的日子。但是呢？就有一个比原子弹还更厉害的蒋介石，迄个九头弹在当台湾，吼，以及比亚龙较恐怖的物件。啊，人今嘛咧，咱台湾民进党的成员，大家拢爱脱开的，免阁惊，咱走出来，吼，啊，为咱继续咱台湾来拍拼，啊，家己爱去学习吼，吼，即爱学习，过来，吼，歹势，我阁试一下，吼，一个惯例，吼。这个管理就是讲吼，你要有利用这个所有拥有的资源，啊有计划，啊这个组织，啊你要安领导要安控制。啊，我个人的想法是讲吼，咱爱去吸收管理的知识，咱就变作在这方面知识的文明出来，家己的迄个潜能，迄个眼光，啊呐背后经，啊就是爱吸收知识。啊，管理的工具吼，管理工具较深吼，管理有一种工具。即下摆我即个课程吼，某一个台北州咧讲，啊，大家有兴趣会使去网络点来看。即个工具吼，咱爱去甲当作一个迄个艺术，安尼甲欣赏，甲感受出来，啊，甲用出来，吼，即一定有管理的工具。即下摆吼，有一个课程会使甲大家讲，啊，有一个管理的技巧，啊，你要甲人盘乱，你知影人的心咧想啥？你知影你爱做啥，啊？要教你下骹手人要安怎盘弄，啊？要了解伊心的需求，啊？搞头路要安怎定目标，吼、哦？这就是要管理的技巧，就是了解对方的心理。啊，继续咱落爱去受训，吼、哦！爱不断的充实家己，啊，咱落一个创造新的物件，都 idea 拢会出来。这就是基本爱家己训练累积出来，啊，你就有这种创造的能力。啊，过来。这个管理的经验，吼，因为咱台湾人吼，要怎讲？虽然迄个民进党不通治咱台湾啦，啊，但是咱正经咱本土台湾人都唔不来做 leader 嘛，吼。啊，即个咱台湾民政府也要接政权，啊，咱要安怎做？咱有经验无？咱是毋是一种经验是一种进步？所以咱嘛是会得派员去训练，吼。啊，因有甚物好的迄个经验，会晓分享给大家。好，即届咱迄个议员嘛，嘛要聘请啊，迄个台湾台吼啊，江苏，好看有遐好的经验，啊来学习，啊要安怎法案要安怎审理，要安怎定，
哦，这就是嘛是派人去外口啊来了解讲，迄个经验是多。咱台湾人袂讲歹啦，绝对因为咱是无经验，但是这会使弥补。弥补为倒来日本啊，甲美国因拢有迄经验，啊，咱嘛本身咱台湾嘛有人做过这件代志的经验，来分享啊，大家来学习。哈，学习就是咱个呀。啊，这吼，这是讲迄个一个。那个德雷莎修女吼，伊就去一个贫民窟，啊，伊是安那为无为陌生开始安那一步一步啊去共帮忙安那管理。这本书大家会使买来看卖吼，这是做一个迄个管理参考。为无啊甲管理安那管理，这本书大家会来会小注文一下买来看吼。啊，这个是阮的医疗方面吼，嘛是要有这个资源吼，团体资源的这个管理的方法吼，知识吼，啊加态度，啊加表现，你看嘛，这个三角形啊，中间有一个圆，这圆代表意思是个爱圆满嘛，啊这就是互动，这跟这个圆满内面诶互动的状况，还有你的知识吼，啊你是咪共享分享的意思，知识分享，啊这个态度你。你的信念，你来台湾民政府，你的信念是你小米食，你的坚持的信念，人要甲你拍倒，要甲你洗脑啥？好，我的信念是坚持的，人有来干要对你安怎？我的信念都是安尼，始终如一，袂叫我拍倒，金钱嘛袂当买收我，那互信，互相相信，吼，这就是一种态度，啊，表现出来，吼，你是不是在表现你的？你直接表现你的迄个效率出来，吼，啊，这个。这一口甲烤起来，敢若是一个饭丸，还是肉丸？在咱个心内，咱来甲管理的方式建立了好，安尼你也要接一个课，就甲知影，咱要按哪一个步骤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吼，要安怎做？吼，啊无，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好无？来，这个甲点一下。咱讲一个团体吼，拢有出一挂人吼。啊，一个帮助的，啊，一个迫害的吼，啊，咱来了解讲，有一个概念出来。面有迫害的分子吼。伊主要一个领导的人。在排这个迄个负担，啊！你袂使讲你甲一个领导人，你一个人在排这个负担，你嘛有其他的成员。这一个团体拢有足侪部分的人吼，啊！这个人是讲伊吼愿意去学习，得执行迄个领导人。好，领导者要有我的责任，我要有效率出来。啊，嘛有这款的人，哦，伊会再配合你啦，哦，好，啊，但是伊就当咪咧纳凉。啊，家在伊是无咧迫害，但是伊就是无帮忙啦。啊，加这个开学伊啊，当咪也咧敲卡咧吹球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搁一制造麻烦的人啦。啊，这种人就是世界两个无放假赛一挂堆。这种人叫做什么？叫做叛徒。你无帮忙，你搁咧扭后脚。伊拍已经这重个呀，结果你无咧帮忙。啊，搁要影响其他个人。啊，抓准你是。领导人，你要怎做？你要接一个课，啊！你是领导人，你要怎做？去思考一下吼。你看，大家一看就知影啊，同心协力嘛，对不？嗯。都好，那分辨吼，那组织内边有人咧扣后脚，有人咧迫害，啊，努力拍拼的人，咱是要按那个提升起来吼，做甲迄个
有效率，更加有效率的迄个头路吼。啊，咱这个公司吼，啊，咱这个团体就会在进步，对吧？我想咱台湾民政府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咱 Q 后开，啊，是讲判断，咱切割出去，咱同心协力，把咱台湾民政府建起来。好，来个切断吼。啊，你啊接一个课吼，你一定要做一个主管，你要甲你的迄个下骹手人，爱定制一个目标，共同的目标爱达成一个共识。吼，甲袂讲啊，你就牛头不对马嘴嘛，你要做这個，伊要做迄，啊，就影响这个团体的利益。啊，你定一个迄个绩效的目标嘛，啊，沟通啊，寻求共识，啊，咁好的改善的迄个方案出来。吼，啊，那你面对讲，哎，遮侪人拢要甲等。啊，有的人优等，啊，就是爱有人乙等，啊，这的人你是要安怎甲讲？这个考核你是标准伫倒？你嘛爱改面谈，改袂讲啊？他妈遐迄个第这个组织讲，我都应该甲等，你有我乙等，都他妈差差哪啦？影响规个这个整体组织，这嘛是无好，所以你嘛爱定这个迄、那个较客观的这个评估的工具啊，甲方法出来吼。啊，若讲需要爱听话的，啊，若需要爱公平、爱奖励的。恁这主管嘛是爱了解这个方面，这个四个步骤吼，我会在台北州会一个一个讲。啊，今天是讲到第二个步骤了吼。啊来，啊就是讲一个良性的循环了，接着是讲教导式吼，就讲我嘛是一个凡人，是讲我甲大家无同款，是讲我会积极去了解一寡知识的吸收，我比大家安尼尔。我嘛无讲我偌好。我嘛有缺点，啊，我希望大家嘛来甲我讲吼，良性诶、教导就讲，我教导你，啊，我无好诶所在，啊，你来甲我讲，啊，我无好，我进步，啊，我教导你，你进步，安尼咱双方面拢进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一个良性教导诶循环吼，而且开放式诶沟通啊，团体合作，啊，有信心，吼、哦，啊，真诶就是你一看就知影，这就是讲。迄、那个专制啊，我你都按那去做啦，无管你的情绪啊，无管这个团体整体的表现，安尼大家都讲啊，你这主管无好，都无要服从，啊，就是乱吵吵，吼、哦，这就大家来看嘛，一个行，专制的吼、哦，啊，甲迄个课程的吼、哦，啊，甲迄个学习那个个人的发展尔，啊，教导形式我无好，你甲我讲，啊，你我教你，啊，你进步安尼，那互相来学习。吼、哦，我吸引你来学习，吼、哦，甲台湾人好好读，啊，我教导你一寡迄个 keyword， 啊，你学习着，啊，我教导我无好，你甲我讲，安尼大家拢进步。啊，我甲拄仔有讲三支来剑嘛，对无？第一就是咱的法律，第二你的专业，第三就是咱吼爱学这个管理法，吼、哦，去看较侪书，唔是讲我马上看到书我拢会晓，就是你。厘清越久，啊，你去训练，搁家己搁去吸收，啊，来慢慢啊，在你的内心当中潜移默化了吸收，啊，来影响你的行为改变。唔是讲我一步都要登天，我就马上拥有我管理的能力，就是大家爱慢慢去累积一种经验，而且学习啊，不断去追求，吼，啊，你到会说变化出来，影响，吼。迄、那个你的行为是出来，啊，今下要讲了这个要事招呼，我春操差不多无30分吼，我讲来讲上帝三张皮啦，因为咱要接近款，咱身体拢会照顾好哦吼，啊上帝吼，最近有一个少年人30几岁尔，那佫走去上帝，佮讲上帝讲哦，啊上帝啊，我为虾米30通话你都好我来佮你报道呢？啊上帝讲无，我予你三张皮哦，是拢你拢无咧插无。三条皮，哪有三条皮伫倒？啊！你几年前你脚腿疼，啊，食药酸也疼，啊，这个肩胛头也闷闷，啊，这我后日第一张皮，啊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安尼哦，啊，第二张皮啊，啊，你有一届你昏倒咧外口对无？啊，人甲你送去病院，啊，你住几个月？你住几个月？迄个病房，啊，第二张皮。啊，敢有第三张皮，你心脏发作起来，啊，开刀，啊，你甲我洗哈喽，你安尼袂记哩哦，生三张皮，我安尼哦，啊，不过
兄弟啊，我老爸老母拢年纪遮大呢，拜托你好好该休息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跟你去休息。啊，不过你爱我安尼，兄弟也要提钱，我无一千万哦，我无要你一千万啦，我要安尼尔。啊，一百万我嘛无呢，哇啦无啦，唔是一百万啦，一块尔啦，啊，一块好，零零零八波，我有死人有钱，你一块嘛拎袂出来，啊，你死去你钱干袂再？带去天堂可以吗？所以呢，这最遗憾的啦。咱要爱，咱无遗憾哦。咱起码好马上来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咱卖无遗憾。啊，过来身体照顾啊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了解这方面的。啊，咱的法律就是立小米价嘛。啊，对我的看法，我个安心论述，好论述，好加这个预防啊、治疗啊、加健康的照顾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预防，咱拢知影，咱爱保养身体，不要暴饮暴食，要多运动。大家拢知，啊，大家做会到未？恁敢有做到？有无？啊，过来，啊，咱进行看病要安怎？哎，嘛是爱来找医生。啊，利用适当的这个医疗资源，嘛袂使浪费。我要来逛大街，要来甲医生说哈啰，啊，浪费资源，这嘛袂使哦。咱有需求再来病院看病，吼、哦，唔是讲领一挂堆药啊，哇，我都骨蛋气煞。哦，咱台湾。那一年吼，啊，食遮侪药啊，啊，拢稀释的药嘛一挂堆吼。阮咧病院吼，咧药物回收，迄个要销毁，迄个窗口吼，无几工拢满起来。哦，安尼你摕咧药啊，摕当时咧创啥？咧做股东哟。哦，我也想袂晓吼。啊，若讲我去病院有好无好，安尼嘛是讲啊，继续来，搁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，亚健康，我是要去迄个，咱来讲哦，可能。我若无好，我是买个长期照顾，还是讲我要去迄个庇护所去度，来甲我身体有，甲变甲够较好诶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个意思是讲吼，那有一个迄个医疗产业修炼吼，还是在治疗的方面是个大的问题吼。那、哦、希望阿爸，咱对即个预防啊、甲健康的照顾吼，啊会较注文、会较悬诶，啊咱即个会较低，我嘛大家拢来看病啦吼、哦，啊，这方面。预算就较侪，啊，收入就较侪。咱预防，咱希望讲预防的所在，即地较大地，吼、哦。啊，大家较卖破病啦。啊，若破病了嘛，即地，啊来甲即、這个，迄、治疗无好的人吼、哦，啊来甲迄个一种，啊起来，安尼啊来甲照顾，吼、哦。即方面嘛爱注意，即未来的迄个趋势嘛是安尼。迄、那个亚急性的照顾，甲迄个长期保险，即嘛嘛是。最重要的吼，日本做较好的吼，长期照护的保险，日本做较好的吼。啊，这种的行业吼，这健康迄、那个医疗行业，甲这药师迄个照护拢有关系，所以这个管理是最重要的吼。啊，咱为电影来看咱医行吼，其实吼，哎，我若先来讲这个电影，大家知影伊是啥人无？今天是。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哈，啊，这是，这个是，这不是，这个是乐蒂哈，乐蒂，啊，乐蒂跟林波咧演戏啦哈，啊，伊就要去迄个杭州读册嘛，啊，就去办事行郎中要去甲因老爸老母骗讲伊会当去去啊，讲啊伊破病嘛，啊嘛第二个目的是讲啊伊嘛使扮成男装啊，甲无危险安尼啦，啊又讲个十项即个放假。伊讲十项要得到这种奇奇怪怪的物件，啊，嘛有这十项药啊，需要大家了解，吼，因为大家拢得到身边啦，迄祝英台也无去杭州读书，伊得上身边，伊毋是就安尼破病落去，啊，请问咱台湾人有得到身边无？你小米讲就是咱的解药，这有这个道理存在，我就讲这解破大家听吼，啊，咱个为咱个要来门诊吼，要去病院看病。啊，都医生要好好甲你看，袂使讲我一开看了百外人，安尼你敢有甲你正经甲你诊断过，还是为顶头的迄个诊断佫甲你抄落来，啊药啊照开。其实咱第一届来、第二届来，拢爱佫药啊佫爱调整一下，看你状况安怎佫爱调整一下，毋是讲我佫开开开的安怎转去，啊开开的就转去，拢安尼额头甲你看拢无，安尼开开的转去，安尼即个意义就无存在吼。啊啦。迄、那个诊间啊，支传，阮就甲你调节，调节好，就是你有问题，啊，落来迄个药师方面，甲你来甲我问问，啊，你完成，好、哦，啥问题吼？好、哦，啊，咱摕着迄个，咱也摕着迄个药袋啊，对无吼？
啊，就爱看清楚吼，即几项。吼，你的名啦，吼，啊药啊啦，啊药啊，食做啥物款啦，啊是食法是啥物啦，几公分的啦，啊有啥物应该食，啊诶，即个禁忌无？吼，啊你调这个人的名吼，啊甲即个伊的迄个地址啥物，你拢爱了解吼，毋是讲我第一我药第一摕转去咯，安尼个剥落去食落去哦。有的人讲可能啦，药师有当时啊嘛。不是，我们是凡人呐、啊，不是圣人。但做伊也听唔到咧，你嘛是爱去怎样讲？啊，这药啊对无？你嘛是爱去 check， 吼，爱去了解，吼。啊，袂使讲摕转去，啊，都无看清楚，无嘛可能摕到别人诶。吼，所以你做别人病人，你嘛是爱有责任，吼。啊，过来，你去外口迄个 OP， 阮讲要，阮是叫讲外口药局，伊讲架上可以卖的药。吼、哦，阮就叫了 OTC， 吼、哦，嘿吼、哦，开放式迄会使卖药啊。你买回去，你嘛是爱看即个制作的日，吼、哦、日期哦，啊个伊用法咯、哦，啊个禁忌哦，啊个伊有迄个许可证字号，迄顶面个啊个去看清楚啊、哦、过期的无？哦，这拢爱了解哦。啊，过来，你药物对你是毋有即个药效摕回去对无？对无？质量对无？啊，伊的迄个药效是啥的无？吼、哦，啊是一天食几摆？啊！伊个药啊，用途是啥？是食啊、吸的，还是滴的？吼！啊，这回去拢爱了解，爱有清楚。哎，好，我甲拄仔讲的，阮的迄个制型有遮多的啦，吼，遮多啊，有耳仔点的，目睭点的啦，吼，啊有抹空嘴的啦，吼，啊，搁有迄个阿公吃的物件，吼，啊，搁有迄个有迄个胶囊，啊，舌下顶，啊，搁迄个贴片，吼，啊，搁用喷的。啊，遮侪方面啊，你用途爱了解，袂使讲摕回去无看清楚就乌白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哥，你若讲摕回去吼，虽然讲伊看起来是伫有效期间之内，但是已经变质啊，吼、哦，你个无好啊，甲保存啦，啊，囥啊，迄个拍开了啊，无去擦味，啊，都吸收迄个空气当中的湿气，啊，都淡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分化变形，哦，啊，就迄个生菇，吼、哦。啊、变色，啊有臭气，啊这拢稀释，啊稀释袂使讲我囥啊粪扫桶个，囥啊有诶无诶，啊迄马桶哦，毋是哦，你摕来讲迄个药局专门咧收集诶，吼、哦，阮讲药物回收，我毋是要回收别人，毋是，是阮你甲阮回收过来，阮甲销毁，安尼，啊无后壁但安尼制造一种污染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一个废弃物免啦管理诶迄个有诶事嘛，吼、哦，你是虾米哦，阮这。有一个收集站，这个标志嘛吼，啊你，阮会阁家己甲收集了后，安尼阁甲分管，啊，统一来整理，吼啊，迄个针头要安怎放，吼啊，这液体要安怎冲，安尼分类了后，啊，甲这个，迄个粪扫车甲运走，啊，这种爱甲恁小甲恁教一下，来了解，啊，莫凊彩买桶乌白放吼，啊，这位电脑来看这个医药界。即、这个吼，大家买菜为点下当中就感觉讲啊，即、这个药啊吃落去是毋是用药啊来操作伊的副作用？啊，叫伊做歹代志。啊，人对即药啊有了解无？啊，一个要办案哦，就发生命案。啊，你用药啊伊的副作用啊来刀来骗骗伊的迄个处罚。哦，这是毋是对药啊爱了解？吼、哦，要哪了解？药啊嘛有禁忌呢？啊，禁忌有话讲是。有心脏病的，还是肝病，还是肾脏，还是讲药剂啦吼，还是讲其他的病？啊，有啥物病症的药啊？哦，这药啊袂使食，还是讲爱减量，还是爱调整药啊？啊，若妇人，还是开车，哎，袂使食某某种的药啊？啊，过来对象，老人，啊，甲迄个囡仔，啊，甲有心的人，吼、哦，伊这代谢拢袂无同款，伊即个老人就是会甲迄、那个。变差去对不？身体变差去，伊的迄个吸收甲代谢拢无同款，哎嘛，迄调整伊的迄个药量、剂量啊，囡仔就是伊的迄个身躯还袂发展好诶，伊的器官还袂使食到讲大人的迄个分，你就爱甲算看卖伊的剂量偌济啊，根据伊的体重啊是年纪，爱甲算剂量。啊，那妇人吼，咱有讲有大概应该基本的概念就是讲 A B C D X。大家搞有人知影讲，多两种会使食的无？敢有人知 ？A、B 吼 ，A、B 会当食。我
吼，迄个图片无出来吼。即、這个 A B 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动物实验吼，啊，甲对人体实验拢无问题啦，吼。啊，那 C 吼是讲吼，对动物有影响，但是对人体吼啊无具体的迄个资料啦，吼。啊，可能吼，伊无对人体迄个具体的迄个资料来显形吼，但是你嘛爱注意，讲到底即、這个。我需要这个药啊来治我，即马啊，但是我即马有心啊要治病，啊你爱去评估，啊这個、到底会使袂？虽然讲迄、那个动物实验有啊，但是对人都无啊，咩啊来调整啊适合，啊是讲我有心前三个月，啊是讲中啊三个月，啊是后壁三个月，啊你啊分析啊多一期啊你会使食呢？即种啊即斟酌的吼，即、這个细节爱斟酌吼。啊，第一集就表示讲吼，即动物甲人类的实验拢有问题，所以即都是袂当。啊 ，X 集吼，就是已经会造成迄个囡仔的畸形、畸胎哦，迄个正经袂使食。主要是迄个感情的药啊，吼、哦，即做迄感情的药啊，迄算讲是毒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啊讲，像讲你啊讲，你有感情要搁要生囝，迄你就要评估，吼、哦，可能会对母迄、那个。迄囡仔有伤害，吼、哦！安尼评估讲你有迄开来，再个有生一个囡仔，啊，这拢爱去评估吼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迄个交互作用，就是讲我食第一种、第二种，啊，到底伊是有加成的作用，还是讲啊，伊可能有降低的作用？哎，我讲食遐侪种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判断呢？阮有一种分级的方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肝的首度效应就是讲我食落去了，我肝脏就破坏掉啊，啊，伊的效果。都无讲百分之百，啊那注射就是百分之百吸收的咱的人体啊，啊那吃落去就是迄个肝骨甲你代谢嘛，啊就啊拍折，你药效个拍折，但是这么侪药啊拍折是安那拍折法，啊有影响，互相影响无？哦，这种是极大的学问，肝酶就是一种会分解迄个酶，哎、欸，这个学问更加愈大。那我讲啊较浅的吼，遮侪病啦，啊你吼。到底迄药物的迄、那个组合要安怎啦？啊，你也给我确定你用远的迄个药物嘛？啊，落好药师给你查，查讲你这个 A 药、B 药安尼有影响无？啊，这就是讲，这个喷喷乱吼，对吧？免打 chloroplamide 吼，这个药也是促进胃肠蠕动，啊，佫会开止吐的。啊，伊吼也交互的吼，伊迄个等级就是有你看哦 ，A 加迄个 A、B、C、X， 啊，这个 X 就。精神方面的药啊吼，啊，甲伊参作伙了都袂当，哦，这样你大家看有无？啊，那这个 C 级、B、A、B 级吼，这个应该是还可以，吼、哦。阿塞他面粉就是讲迄普拿疼，甲伊参作一食吼，嘿，伊的级数就是 B 级。啊，那 C 级就是搁爱注意吼、哦，这个帕金森氏症的，主要多帕面的作用剂，而且都爱注意。啊，这个哪有一种资料库来判断吼、哦？啊，台湾嘛有一个迄、那个。药品治迄、那个交互作用来查，而且 Micromedis 2.0 就是咱目前欧美吼上大迄个药效的资料库，会使甲你查哦，第几个安尼啊，试落去啊，到底有啥物影响啊？药师都要看，甲你说明。啊，这是中药甲西药吼，即嘛咱台湾嘛有一个迄个网络会使查啊，资料嘛有一个研究当中，有的是欠缺的，但是有在做，吼。大概安尼有咧进步啦，啊，过来讲啊，咱食的物件甲药啊呢，冇交互作用啊，啊，但是我甲大家讲吼，啊，配茶啉，啊，莫讲你想要阿哥食，我即马咧啉咖啡，啊，做伙咖啡啉落去，安尼敢好？啊茶啊啉茶做伙啉好无？阿哥食啦，唔好哦，尤其是迄个葡萄柚哦，葡萄柚弄个高血压，迄、那个降压剂弄病服哦，哎，颠倒无好，颠倒迄个高血压迄、那个。有效了无去啊？吼、哦！啊，这葡萄柚绝对袂使甲药啊做伙食吼。吼、哦！啊，迄、那个阿司匹林吼，啊个银杏吼，啊抗凝血啊对啊。你不抗凝血，它变袂当抗凝血变成出血吼、哦。哎，啊个迄个茶吼，甲迄个铁静脉个混做伙食。啊个胃乳片，啊个钙片吼，会造成结石吼，所以爱注意。那个剩十分钟吼，啊来副作用，然后即个过敏的状况，咱就先甲药啊停起来，啊，搁转去给医生搁看讲，啊，我即个过敏的药啊，哎、欸，
你要给他调整，啊，那是暂时你都卖吃，搁找个医生把你调整你的药啊。啊，那迄个药物不良，咱就爱去通报，啊，做一个资料库，后摆人当着的人要安怎处理？啊，过来，那有一个要害救济，啊，那一个药啊，大一个要害救济，就是讲这要害救济吼，有咧给你赔偿，但是赔偿哦，有遮侪迄条文吼，讲袂遐简单，就要你赔偿，你一定要一条一条你真正有受到伤害吼。但是这让大家了解有一个迄个概念吼，啊，这个就是咧讲吼，这伊是婆罗帕啦，甲这查某囡仔感情较好，但是这个查某囡仔就帕金森氏症，爱两个人的感情就受了一种迄个考验吼。啊，人咪当时伊做婆罗帕，当有啥物问题吼？伊就是讲，咱迄个销售人员是婆罗帕，我讲婆罗帕，啊，伊超熟咧，伊那咧卖迄个威尔刚啦吼，啊，伊要促销因的迄、那个。因为迄个业绩吼，就走去迄个诊所啊，甲医生安尼做底下的事情，还是上因威格讲安尼，佮安排因去食啥物物件，吼，这变成讲，恭喜一种回扣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黑价药价黑洞，我等下佮讲吼。咱个健保的制度吼，到底腐化的程度是啥？咱健保的药物的支出吼，它25%，啊，伫25%内面，迄个药价黑洞。安那黑洞，你就是讲20块甲这个30块，中啊10块是安那去运作的。吼、哦，你有诶有伤吼，可能你家讲好啊，这互你拢互伊赚。啊，这有可能是讲吼，啊这伊赚5块，伊赚5块啦。啊，有诶是有伤无互伊赚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坑嘛，愈挖愈大坑嘛。吼、哦，你看台湾哦15%哦，你看拢每年过一直起来。啊，日本个健保甲稳准2至6%尔。所以你看。愈来愈多，要安怎嘞？啊，就坑愈来愈大，啊，就健保讲赔钱啊，啊，先来赔，啊，就内面也毋知创啥，你嘛毋知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2000块在一年十月，讲要这个药价调整了，啊，我咧药外口药商，迄外厂药商讲安尼，我等台湾无利润，我要来走，哇，台湾人无药啊通摕，惨啊！啊，就佫变一个2013年，伊为许讲啊，我药价支出，啊，你若讲超过这個，我就你就砍掉啊。先定定一个目标，一个额度，啊，你若超过就砍掉，安尼变成啥？变成讲吼，啊，你袂当佫继续互伊食，你就叫伊停掉。啊，我本来就是爱 A 药，啊，你讲 A 药超过迄个药品的支出目标，啊，你佮砍掉。啊，你话从 B 药我治无好，我佫转去看。啊，不是恶性循环，你搁一直看病，不是同款支出迄个钱，啊是全民买单呢。你讲政府补贴，啊不是同款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不办搁转来看。所以这种有一个迄、那个，就是迄个解决的迄个智慧伫内边，人讲要回到知识作家，知识作家意思是讲，你这个药啊，正经伊就需要用，啊伊正经就是需要这个资源。啊，甲正经就需要这个合理的这个药价，啊，你都可以过。啊，那讲无合理的，你都袂使。你讲哦，本来就是10块，你要甲涨到100块，你都唔是讲正经，伊有这种需求嘛？你10块就10块。啊，讲还要有利，还讲涨啊有啥物波动，那个调整一个合理的波动。安尼知识作价。啊，真正需要帮忙的人才会得到帮忙。罕见疾病，你无迄药啊，伊哪会活对不？你讲咱卖进口，你咩呐活？咱台湾人也不要也要做迄药啊，对不？后来是爱知识作家，啊，确定讲这个药啊是安尼，伊价值是安尼，吼。啊，无迄个价值，你从啊悬悬的，啊，落遐个人谈，啊，正经咱台湾人煞用袂起吼。啊，个爱即个多点啦，就政治力袂使介入，啊，个即个吼，普罗帕袂使去找医生。伊家家解释，即有这科啊，拜访即有书啊，要进回代志啊，即、這个迄、那个相关单位嘛，爱避开利益输送啊，政风署嘛，即嘛叫政风署嘛，爱看清楚吼，嘛爱迄个严阵以待吼，袂使讲中央有迄利益挂钩啊，人迄个医护人员嘛，爱有迄个操守伦理啊，你还迄个病宜投入发展，病宜要你适当的薪资，你又袂该去贪污的，有诶无诶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是讲药物的滥用啦。啊，一个也袂有讲政府许可的，啊，你甲摕去私底下去食，啊，食了吼，伊变成哇，目睭才光起来，千里眼，会使看去。我即马目睭会使看去，迄个台南
平安，迄、那个安平安平岛，遮厉害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讲，迄当咧禁油啊，还袂开放的，啊，因咧点么也咧乌白滚架啦，乌白冲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冲一挂病出来吼，药、哦、物滥用。啊，好先来讲这个，吼、哦，这药、個、物滥用吼，啊，再来讲这个伪药啦。那伪药一定是讲，咱主要迄个药啊，看伊的标签是啥吼，以识别的标签，吼、哦，啊是完全的资料，这大家拢爱知安尼。啊，过来吼，伪药有名的药啊，威尔刚拢是叫用仿的呀，对不？啊，搁这有名的这个保酸通嘛，嘛是同款。吼，啊，咱这中药内面吼，有一个迄个禁药啊，吼，迄个毛多磷酸吼，啊，大家爱了解吼，有会掺一挂有诶无诶，啊，影响咱个迄个药剂的健康。啊，过来吼，这个禁药啊，可能是工业咧用的啊，结果摕来讲哦，敢那掺落去甲白，吼、啊。OK 吼，有效啊！即绿霉素、抗生素嘛，乌皮来用，吼、哦，讲安尼会杀菌啊。结果拢食咱台湾人巴肚内面，啊，拢西药剂的第一名。过来，啊，即个是我增加入去的啦。即个吼、哦，绝命毒师是最近伫咧美国也诶较有名迄个影集吼。就即个人吼、哦，本来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化学的老师，结果因为伊得了癌症，啊，佮因囝诶迄个破手啦，就是迄个战争嘛。啊，搁因某搁说要说第二个，惊在厝无钱，啊，搁叫用羞辱嘛。啊，伊就讲啊，一个学生，因咧袂使吼，去迄个某某所在去破获一个迄个制毒厂。啊，伊看了一个学生，伊较早教的学生，啊，就甲伊联合去制毒。我要讲啥？伊制毒的是安非他命，没啥安非他命吼，伊有迄、那个有迄个玄光性吼。D 玄关性跟迄个 L 诶，啊，主要是那个 D 没啥安非他命，即药啊，好像迄个会在治疗过动症、肥胖症跟嗜睡。啊，超过长期食，超过两个就是幻觉。啊，你若食，你搁继续安尼，毒死你家己，你就哇昏昏死死去，你安那死都唔知影。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是安非他命，是中枢神经兴奋剂。吼、哦，即分遮侪类诶吼，啊，咱也是讲即个要害，即个毒品危害就是。在第二级的，在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，你来制毒吼，第一级一定判死刑的啦，针对你的级数吼，啊，不给你判刑，吼，这毒品，啊，若用对吼，就是一种治疗，啊，用唔对，就是一种禁药，就是害人的物件，吼，像这吼，朋友嘛有咧用，迄就是咧镇定安眠的，你用咧对的所在，或者嘛是吼，你用咧皮质顶，有咧止疼，吼，啊，这个可等于有咧酷酷少的。吼、哦，这种病人我咧用，啊，这个解毒的吼，啊，你用唔对就是毒品嘛。吼、哦，这有人家做一个迄定片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有讲哦，这做啦，第一级的判死刑无期徒刑。吼、哦，啊，那第二级是啥？第三级拢讲吼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若要做这代志，你都要先想清楚。啊，乐界嘛，咱在台湾日治时代，讲好过好超两分钟吼，鸦片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害的。荷兰也是较早，咱通敌，咱个人拢吸鸦片啊。啊，日本接收了后讲吼，伊嘛是家日本压迫讲，你嘛是爱卖啊。啊，日本嘛爱咱通敌，咱台湾嘛是爱合情合理嘛。啊，你袂使讲拢记载讲欧洲安尼进口来卖，你嘛得得到这个钱对吧？啊，是台湾人得痛苦底下无？那以作用渐减呐，就是讲啊，就是讲伊迄个质量愈来愈减，愈减减到无去。但是你袂等讲等个伊个无去，你去进过来嘛？你嘛是要有一个禁断现象，你是虾米第一痛苦的时阵吼，要安怎解脱伊的痛苦？啊，咱杜聪明先生诶，迄个朴树哦，发明一个会使禁断现象，卖遐痛苦着。后来慢慢啊，一个迄个后藤新平加咱个民间的迄个朴树，迄个来共同拍拼，加来甲即个迄个鸦片吼，伫咱台湾的毒啊啦，即个圆满的结果啦。啊，像咱爱想讲，咱咧困境当中哦，是毋是因为金钱、情绪、健康需求，啊，才来迫害咱本来咱想要爱平静的生活，啊，为了要赚这钱，啊，但是你有想讲你的后果未？这种打破你的道德意志跟你的理想希望，就是因为你要钱，你这个困苦，袂使甲咩啊讲，甲打破，啊，你就变成你本来你其他的这拢甲拍破去，啊，但是你有想讲你的后果无？大家想讲效果是安怎？啊，那困境，你个社会诶福利制度无好，让人
台湾人民变有困境，就去做有诶无诶，这是政府唔对诶所在。所以咱政府有责任，伫咱社会工作、社会福利这方面，爱去有一种资源去帮助即个有困境诶人吼。这是咱台湾就爱做诶人性化诶即个政策。吼，啊，这是讲吼，伊得了艾滋病，啊，明仔来讲维持伊小迄个村诶性命，啊，但是伊这药啊都还袂。这新药都还袂稀缺的，伊就走去莫斯科一个所在，啊，甲这个全部甲伊同款的人去召集起来，啊来研究药啊来，互遮个人食吼。那我先来讲这个啦吼，哈，那去外国吼去申请要来台湾稀缺吼，因的迄、那个因的国家本身爱超两年，啊两年啊，咱国爱这个稀缺，遮尼侪遮尼久都爱超四五年，可能国外佫遮久的哦，当中也毋知咧变啥样，啊你。算起来，安尼几年，七八年哦、喔。啊，大家知影无？咱台湾即卖是上占领，美国占领对无？啊，咱个天皇是拥有咱台湾的迄个主权对无？所以，因这两国对咱台湾有责任，伊咱台湾爱甲这两国好好合作，来创造新的好的药来对咱台湾好无？啊，迄、那个来讲，即、這个咱安心公司已经伫美国毛咧申请，吼、喔，啊，伊有高行。吼、哦，当咧迄个要新药上市，上市伊个迄个程序，伊个申请当中有一项已经核准啊，咱台湾人家己哦，家己真厉害哦，家己去发展哦，啊户口啊哦，啊个一个是暂时户口哦，啊个六项，啊已经有一个第一个申请，所以咱台湾人嘛是真厉害，吼、哦，我搞到要讲到这吼。咱迄李廷辉先生甲日本讲啊，讲拜托你，你会使从恁国家迄个种子治疗到咱台湾人，我保证你即、這个资料袂使袂记迄个流通流失啊，迄个中国，请你救咱台湾人有迄个感情的痛苦的人，种子治疗是最新的一个治疗癌症的方法，你拜托日本人，让李廷辉先生拜托日本人，甲即个技术，吼。来教予咱台湾人，所以咱下摆咱啊甲美国还是讲日本好啊合作，有较好的新的药啊，对咱迄个未使治疗的这个绝症，诶，这方面的迄个病人，吼，得到这个健康，吼，这是咱的寄望，嘛是咱爱争取的方式，吼。啊，那其他吼无讲到的，你会使就我迄个顶一期的网络来看吼。啊，这吼，歹势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啊，我今仔日。我想讲，最后会使即个放我大家看一下，吼、哦，敢袂使？哦，好。地下电台吼，去摕药啊来吃吼，因为咱进行东东的药啊，都大堆问题啊，啊，地下电台各路问题真多。西药剂为虾米大家是还是全国、全世界第一名，都是拢不明。迄、那个台湾的地下电台有啊，你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动作暴在吃。连自己怎么了都不知道，还要乱拿药吃，这是非常。所以吼、哦，那就那有人要甲你，那么边啊甲你讲啊，这个药啊偌好多偌好，会使丰胸，会使壮阳，吼、喔，会啊会知安怎吼，请大家听看听，吼，上好是连伊要听这个方面的消息，咱拢卖去听啊，啊那个甲白提。吼，卖去相信伊，啊，爱家己有判断的方式。无人台湾说是啊，全世界第一名，啊，这是如何是如何啊？政府唔是在拢创啥？政府在创啥？啊，你选举时阵在讲啊，我来迄个敲迄个地下电台。哇，拜托的，你这个演戏有大家看。啊，正经台湾人的性命，敢会等你选举时阵再来你决定阮的性命？平常伊大家拢爱注意，这种地下电台来。唔好，绝对唔好接受。啊，那有讲有药方面的问题，请你甲药师、甲医疗人员做好朋友。吼，三不五时敲电话讲啊，你这某某药啊，你会使帮我做该设计。吼，啊，我有啥物病啊，你会使来甲我安那帮助。是不是？咱是爱进进动动的方法，啊，甲咱追求咱用药啊安全。吼，啊，人这种流氓政府无甲咱照顾，咱先来照顾咱家己。那阿伯，咱进行台湾民政府接进款了后，这个人性化的政策、甲社会、甲迄个医疗政策，都要全部来往这个进步、甲好的方法来去建设。
所以你有啊，唔知啊吼，老大人甲唔知啊，请一个迄、那个厝诶有迄事实帮你看一下吼。大家要多多关心家中长辈又要的安全哦。嘿，就是这最重要吼，用药要安全最重要。吼，啊，这五项了解身体，啊，这个药药要大看看清楚吼。安尼，我今日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哈，等一下3:50，下一节课3:50开始上课，好，大概休息15分钟，啊，请尽量提前进教室哈，3:50，好，下课休息，谢谢。杨子富先生、吕继璞先生、范江谦先生，以上三位来后面一下，谢谢。